今天就遲了一點就因為又是趕制這個兩大這個香港兵馬俑神獸啊，就是這個連珠，大家認得未點睛的，這兩個都不是，這個憤怒相跟這個即是那些佛教面具，藏傳佛教面具一樣，有慈悲相，有憤怒相，有這個可愛相，這個昨天那個就是可愛相，這個呢就是憤怒相，給大家看看，那個那隻眼仔呢就是很不同的，其實通常他拿著一把菜刀的，這個是關公眼啊，咁咧就而係呢個 Pippi 咧就係呢個新版本咧就係用噴油方式上都有一定難度，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咧有多啲嘅 creative 嘅出現啦。咁我哋就琴晚呼籲完之後咧，今日就有好多嘅年青嘅即係學生啊，讀藝術啊、設計啊嗰啲咧就嚟幫手嘅。咁好感謝佢哋咧，就同埋朝早咧就亦都有好多嘅聽眾咧就嚟支持我哋，即係有啲做。懂得做這些玻璃纖維的人，其實我想問你的 Pepe 那個你起了幾個帽，其實你這麼多不同的相喎，帽就是一個，但是那個上色的設計呢，就可以變化的，即是你上色其實你不同的表情其實可以通過不同的上色做到的，是啦，那就另外就是譬如那個連珠的眼睛我們都有變化的，其實那這個畫上去，但遲些那個眼位會開了它的，那就是可以帶著它之後可以看東西的，咁咧就呢個成個嘅大工程嚟嘅，其實真係係啊，吸呢、這個即係天拿水都吸到個人精神亢奮啊！真咁咧就希望啊，12月8日呢個人權日嘅遊行裏邊咧，見到大家。咁如果大家想見到呢啲嘅連珠軍團啊，同埋呢個 Pippi 軍團咧，咁就密切留意啦。咁就12月8日嘅人權日。的個維園去遊行，去到好像改了做遊行，遊行原本就是集會的，原本集會是的，由維園遊行去這個遮打花園，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會響應的，我知道，因為上一次呢星期日放催淚彈那次呢，那個都成35萬人，因為他是有不反對通知書，就多些人出來，希望也是今次可以呢就是呢通過一些嘅 creative 嘅嘢咧，令到大家咧感受到香港人嗰個嘅，除咗唔放棄之外咧，仲有咧就係、你越係有一個嘅即係輕鬆幽默嘅態度去面對呢啲嘢咧，嗱好多人就對法律抗爭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咁我覺得就唔係互相排斥嘅，其實咁有啲人咧覺得要用悲情，咁但係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咧就係、因為你個抗爭融入生活裏邊咧，就一定係要有一個嘅即係。你起碼 enjoy 嗰樣嘢，有啲嘢，咁梗係啦，咁梗係啦。同埋你開心咧，其實係令到成個社區啊，其實嗰、那個向心力啊，對個運動嗰個叫做係即係點講啊，即係、大家個團結好多嘅就係。咁呢個亦都係我哋6月9日咧，我哋想城寨人，我諗都會記得啦。我哋6月9日上街啦，6月16日啦，係。那次仲多人在維園嗰度舉牌啊，咁亦都好耐。但呢個重好多喎，呢個好耐冇召集呢個城寨人出動啦。咁啊，今次可能就要大家幫幫手啦。咁有一定難度嘅，但係我哋今次係個即係一路升咧，好似香港人咁。初初就舉呢個 A3 嘅紙牌，咁啊越嚟越進步啊，其實。咁好多嘢咧係你諗到係會好多人去幫你去實現嗰樣嘢。呢個我相信到而家。亦都係個成個運動咧，一路即係點解屢創新高就係咁嘅原因。咁我哋都冇諗過美國會簽署呢個人權及民主法案噶嘛，係嘛？咁你諗下之前好多人都話，我自己都估計會唔會你話出賣咗啦嘛？就係呢個參議院啊，係啊！我記得有一次我哋就講呢個參議院嘅多數黨領袖呢、這個麥康諾。就究竟會不會因為他老婆趙小蘭在大陸的生意利益的問題，坦白說其實那個 moment 我們都可能對的，但問題就是說之後其實確實是很悲情的，香港是由中大跟著由理大，而確實你去到最後尾參議院通過的時間，你看到 George Hawley 他說喂，其實就是點名就是 Poly 的情況令到我們不得不去即係嚴足，即係咁好簡，佢咁緊急去處理呢單嘢，其實就係咁解啊嘛。即係佢用 hotline 嘅方式咧，即係話先幾多時間裏邊冇人反對或者要求 vote 嘅話咧，咁就過啦咁樣。即係我哋叫做 negative vetting。唔係呢個其實我覺得係俾到我哋啟示咧，其實就係人定勝天啦。
即係我哋當其時就見到真係個希望係好渺小，其實係正常情況下，其實我哋自己本身都失算啦。即係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講過，就係話係咪應該即係休息一下咧？咁然之後就創造一個比較和平嘅氣氛，去通過呢一個香港民主人權法咧。咁其實嗱，勇武嗰批佢哋唔係咁睇噶嘛，其實係佢哋係堅持就話唔可以停嘅。係嘛？嗱，咁其實確實最後尾我哋見到就係話和勇之間嘅互動同埋結合，真係推動到成件事喎。其實係呢個亦都係同個形勢發展有關，亦都係一個互動嘅。好多時大家笑阿燈神咧、阿蕭生咧，我覺得就唔係當然大家攞嚟做呢、這個即係講下笑冇所謂，但係咧千祈不能夠咧就係、是、用一種咁樣嘅方式咧去將好多時事評論嘅人咧去即係 label 咧就係即係我覺得係。因為那個時勢是可以改變的，是啊，這個正正就是我們都登過了，是啊，我們都說喂參議院可能會拖的，拖到聖誕之後，那確實那時的情況他就真的想拖嘛，那當時的 body language 就是是啦、啊、所以就、before 下去之前很多聽眾問我們的 PayMe 是不是不 work 呢、啊、事實上我們有些東西要跟銀行那邊 clear， 那所以告訴大家，如果你支持我們的還用這個 FPS 轉數快26296640，就在我們上面這個的這個 number 這裡就有了26296640，用 FPS 的方式來去支持我們。剛才我們講到就是那個登不登的問題、我覺得你怎知道他們會瘋到這樣呢？是啊，是不是你很簡單，你將時鐘校回去轉頭，在11月11號在西灣河開槍，是不是11月11號是不斷都發上街，其實最初就是周子樂事件先的，周子樂就是上啱啱嗰個禮十一月十一號之前黎明行動開始之前嗰、那個已經好憤怒嗰個星期六，我記得好似應該係嗰個星期六嚟嘅，係周子樂墮樓事件係。咁唔記得咗星期六定星期日？禮拜五啊，禮拜五當日就去咗嘅，禮拜五當日就去咗，然之後你見到一年禮拜六日都有一個悼念嘅集會，我記得係。佢好似係阿趙家賢被咬耳仔，趙家賢係禮拜六好似之後嘅，咁禮拜六定禮拜日啊？係啦。我記得我就去太古城，然後就再入將軍澳，而我入將軍澳當晚就是周子樂墮樓啦。咁然後跟住隔一日就係西灣河開槍啦，就係交通警槍擊俾人影到，喺手無寸鐵嘅年青人被交通警槍擊。咁然後跟住就越嚟越癲啦，就係進攻中大啦。被槍擊嗰個叫傑健仔嘅都係，但係好似佢而家就出咗院㗎啦。健仔被槍擊之後咧，跟住就進攻中大啦，就去到11月12號、禮拜三，我記得就係係啦，就係星期二十一月十一號星期一嚟。因為我好記得當日咧，就原本就做節目嘅，咁但係你入咗去成中大，咁變咗就係 suspend 咗啦。因為十一月十一號就好記得嘅，因為我生日嚟嘅，咁啊走出去呢個西灣河食出嚟蛋，咁然後跟住咧就去到第二日咧，就係翻去中大去，因為當時已經見到即係、大家我諗相信中大畢業嘅人都對學校有好深厚嘅感情。原來知道而家魏爾山都係中大畢業喎。係，佢同我同屆嘅，不過佢係新聞系。係啊，咁咧就好多嘅，其實好多人都入咗去嘅，有啲名人都冇出現嗰啲，冇出冇話俾你聽嗰啲，咁就。王毅基啦，系啊，王毅基就英文系嘅，啊，同阿何安达同届，咁入到去之后就发觉，哇，癫到咁，校长都 T G 俾人，系啊，跟住副校长又嚟，咁当时我已经判断，我话佢嘅战略目标系乜嘢咧，我都估唔到啊，即系点解会癫到咁啊？其实就坦白讲，即系佢，我觉得有个偶然性喺度，佢哋要对付两间大学咧，其实。本身如果你話講嗰個目的嚟講，其實合理嘅，即係佢就其實一早知道，佢收集到情報就係話你哋係想持校佔路啊嘛。咁當其時其實最癲咧，或者其實嚴控得最犀利咧，其實就係朝頭早 poly 先嘅，其實係 poly 就係報咗重防，所以先佢哋先喐唔到。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唔夠蓋冚啊，咁多個煲係嘛？咁變咗就係其實佢晏晝已經打中佢係浸會中大城大理工係啦係啦，佢當日係打朝頭早就係當日打 City 同埋中大先嘅，朝頭早打 City， 晏晝打中大，然之後當日禮拜二咧就成日打中大嘅，我記得就係咁。然之後嗰日咧，即係禮拜三咧就係打浸大，同埋就係Poly 就開始啦，係啦 ，Poly 開波係啦。咁就嗱，大家諗翻轉頭咯，我覺得打都有唔同嘅方法打噶嘛。其實你可以係制止佢呢啲堵路行為啦，
你可以更加激進啲，就係要拘捕曬所有示威者啦。咁你一定要進攻校園啦。如果你拘捕曬所有示威者，咁而呢個我覺得個激進化咧，警隊激進化嚟嘅，其實就係我覺得同呢個鄧炳強上場有好大關係，就係因為佢要為自己呢、這個即係、就是、以壯聲威啊，新官上任就大舉拘捕示威者，作為北京獻俾北京嘅一個獻禮。咁所以你見到進攻中大咧，段崇智亦都我。知道咧係聯絡咗警隊嘅高層，其實唔係淨係馬鞍山嘅指揮官嘅，但係 call 唔停，係一個 tactic 嚟嘅。一方面啊 ，OK 得啦，停啦，停啦，停啦，我唔信38樓灣仔警總係指唔掂一個馬鞍山分區嘅指揮官。如果你話俾我聽呢個係紀律部隊，如果入邊有解放軍，你咪指唔到咯。如果呢個係紀律部隊啊，我唔相信係指唔掂。但係佢喂，佢應承咗段崇智，跟住應承咗吳基培副校長。兩個都是被人 TG 的，其實去到現場。唔係，但我記得吳基培仲喺度話啊嘛，話呢啲咩味嚟㗎？跟住其中有一個學生就話：呢啲就係你哋學生日日聞到嗰啲嘢嚟㗎啦，咪出嚟彈味咯。係啊，係啦。咁點解咧？就係我覺得佢根本上個目的咧，就係一個震攝嘅作用。咁震攝作用之後咧，就係咧令到你班友仔咧，就係咧第一就唔敢出嚟啦。二來係咩咧？就係咧係方便佢入去咧，去拘捕，所以佢曾經進攻過夏丁基運動場，佢拉咗5個學生。佢個又係一個目標嚟嘅，入去拘捕人。好多人以為喂會唔會咁癲啊？中大個山城點樣圍城，點樣進攻啊？咁樣，佢冇諗過佢進攻唔到嘅。其實個原因就因為佢唔會 assume 到去救援中大嘅人數係多到咁緊要。係啊，其實佢就係欺善怕惡嗱，即係佢即係。打中大和打坡里之間的分別就真的是欺善怕惡，中大多人聲援，那他呢就其實鏡住鏡住，但是坡里呢他去到那麼狠那麼毒呢，他圍得那麼絕呢，就是因為見到你開頭其實他的 course 不夠靚，因為其實大家都覺得就是我都有些同學，我以前有些同學都跟我說喂，其實你手來做什麼啊，根本就不值得，間間大學都撤了，那你留在這裡做什麼呢？他們那時候其實是這樣說的，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就是，那變成就是覺得，即是其實如果你自己本身，你守得贏第一日，你走就最應該，你第二日守來做什麼呢？即是他們是這樣說的，他們是這樣說的，所以為什麼會他勢孤力弱，而警察就是見到你勢孤力弱，然後才欺負你，就是這樣的。但係佢亦都製造咗一個嘅危機，就係咩咧？喺第二日嘅夜晚黑星湖嗰陣時咧，係警察喺呢個嘅碧街油麻地一帶咧，係相當之瘋狂啊！係，就造成呢個人踩人，六層人踩人嘅一個慘劇。碧街就係100,000人就聲援理大，咁我都喺度嘅。其實我好彩走得早嘅啫，冇踩到你。我走得早，起碼走5分鐘啦。咁我係上咗小巴，然之後睇住啲人啦，係咁瘋狂咁跑。在個彌敦道那裡瘋狂地跑，每5秒射一槍嘛，速率是啊，很快啊，好彩我真的走得早而已，其實是咁嗱，這個呢亦都是什麼呢？我覺得警察這種的極端行為呢，可以這麼說，是跟這個新的警務處長上場之後呢，那種急於立功的心態有關，啊，我覺得他整個 game plan 是這樣的，現在看回頭，但是呢有很多 side effect 出來，他亦都控制不到，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做燈神呢？原因就是什麼呢？你想想，其實他當日在理大攻佔理大事件裏面為而不公，然後就專打救援那些人，那他就壯大了他拘捕的人數。我覺得在救援理大裏面被拘捕甚至被起訴暴動罪的釘入的機會很小，但是他要製造一個大舉拘捕的結果出來，這個就是交給共產黨的一個 report。 他不單止震攝，震攝之餘就是說你看我一上場拉過千人都是暴徒，但其實那些所謂暴徒是什麼呢？就只不過在佐敦在油麻地出現準備去聲援的普通市民，根本就不是什麼暴徒，但是他就起訴200多人暴動罪在那裡，這個就是他的目的來的。我覺得他不是目的不在於理工大學裡面的中學生，他一定有臥底在裡面，他怎麼會不知道裡面是什麼人呢？他就是要大舉拘捕的外面的人，所以圍點打援就係咁嘅原因啦，就係專打嗰啲救援嗰啲人。啱嗱，因為其實你自己本身咧，如果你自己本身係活躍於即係前線嘅話咧，你見到 Poly 咁嘅情況咧，
你是禁不住自己的，你自己都覺得不忍心的，不忍心，不忍心看住他們在裡面被圍的，所以你怎樣都好你都會出來。所以其實你看到他造成一個這樣的局勢，其實當然聰明，他是 maximize 可以出來的人，亦都一次過看清究竟你們可以動員的兵力有多少，你那個勇武派動員的兵力有多少，有多少屬於真正的勇武，有多少是屬於純粹和理非然後臨時撐場。我經常都說他這個警隊的這個這樣的思維模式是一路由六月坐到現在，因為你用反恐模式，恐怖分子就有 membership 的，我告訴你，因為恐怖分子是地下組織來的，他們所捉到就猖獗的，所以他們的 membership 是很嚴格的，你派我仔進去滲透跟黑社會一樣，你要拿到那個龍頭那本花名冊，就等於當年滲透香港最大幫會一樣，然後這個臥底就上庭去篤出來，這些就是名冊裡面的人了，這個就是對付黑社會和恐怖分子的方法。即如果恐怖組織呢，他們是即有限的嘛，人數是。是的，他不會無限地增長的。但問題就是說，如果你即塔利班也好，不會無限地增長。你全民抗爭，其實那個是取決於那個道德感召的影響力。如果公民社會的社會運動呢，去對抗暴政呢，好像 Anthony 所說的，他的身份是流動的 ,Bewater。我想問今天很多中學生上的前線，你問他6月12日在做什麼，他在打機，7月開始出來，721開始出來，831出來，在這個太子站悼念，有些甚至可能是再後一點去到11才出來，然後由第五排站站站站到第一排，所以我就說你這樣的方式是驅之不盡，所以這個香港的政治反的悲劇呢，是這個我相信啊，可以咁講啊，係成個香港歷史上面最慘酷嘅一役嚟嘅。哦，當然，係比起1966、1967或者59年嘅右派暴動係更慘酷嘅。所以，啊，成哥講得冇錯，係一個大災難嚟嘅。成哥講得冇錯㗎，呢個係二戰以來最即係最嚴峻嘅事件嚟㗎嘛。因為你根本就係用一個反恐嘅方法去對付一個公民社會嘅運動，好多嘅專業人士企下企下，和你lunch開始俾你搏。和你拎取中環俾你搏完，跟住佢去救援理大，跟住俾你拉埋告暴動罪。你諗下就係咁樣嘅模式。但係而家嘅警隊嘅執行嘅方式，所以佢係不斷犯錯嘅就係咁。佢以為拉曬啦，理工一役，跟住個 game plan 係咩啊？星期日投票，六成投票率都打殘你。個 assumption 就係咁。中聯辦嘅數據分析嘅結果就係咁樣，只要六成投票率，然後大約240,000+人投票。他不單止在那個的票數裏面贏你，他甚至你只要將現在兩個得票，將投票率減 10%， 然後新增那 10%， 你當百二之分，你就知道他是會贏。其實就是他將那個投票率定在六成，六成他的票數，然後就買大勢。但是問題呢就在於，其實他當然他自己有理由，充分的理由覺得自己贏了，因為確實他們增長那個藍絲的增長的投票率，喂，那個票數是 50%， 那個不是增長，那個是中票，我知道是每一年中50,000票，四年就200,000票，很誇張，喂，中到你家裡都有，我家裡都中到有。你想想 Lance 的對手葉文斌，喂 ，Lance 千幾票打敗佢好犀利，但係人哋嘅票嘅增長係好犀利嘅，好犀利啊！只不過係增長嘅幅度唔夠市民嗰個憤怒，嗰個憤怒嘅浪潮係點嚟咧？就係亦都係咩咧？所謂福係禍所以，禍係福所歸啦。佢以為咁激進嘅鎮壓手段，然後再加埋投票打敗你，你成個運動結束。但係結果係乜嘢？佢咁激進嘅警察手段，結果係令到投票大舉失敗，大潰敗。而且佢另外一樣嘢失算嘅，就係同你玩攬炒嘛，即係將你嘅攬炒咧推到極致。所以點解佢要封紅隧就係咁解？點解區議會選舉之後紅隧忽然修復成功，跟住港鐵竟然翻去正常嘅夜晚黑收車嘅時間，撲你個街！12月2日開始，因為過咗投票之後個係乜？你擺明我都話個政治利用價值已經完咗啦嘛。喂，大佬，你成個政府機關算盡，但係我覺得今次係咩咧？市民根本對政府係不信任，冇信任，對警察不信任。所以他這些所有啊，包括破壞紅隧的行為，看在市民眼裡的話，根本大家都知道是交上班很不方便，不過他們不會遷怒於示威者，這個他亦都是估計不到的。我覺得我想他們可能會察覺到有些微的民意逆轉，但是那個逆轉不夠。我告訴你，就算了，我相信中聯辦日日做鋪，特區政府委託那些垃圾大學日日做鋪，但是
那些市民一聽到你打嚟問，我就話俾你聽，有很多甚至是假答案去誤導。阿世良，你有冇聽阿袁離昌啊？即係佢接受呢個大紀元嘅訪問咧，其實佢就話啦，其實建制派一早知道自己輸到黐線嘅，但係問題就係冇人敢講真話，因為咧，如果同你講真話，我哋係輸到咁癲嘅話咧，咁其實一定會俾人鬧翻轉頭。就係、是、你哋有過去做咩咧？你點解唔做嘢咧？嗱呢個咧，喂嘅袁離昌係咪呢啲枕頭撞收翻嚟？不出奇，但是他枕头隔离那个都是傻傻地的。我知道收不收到风的成分。不是因为傻才要容易收嘛。大家当他傻讲嘢就不避忌嘛。是是然后唉其实我都知道自己输硬，唉我都知道自己呢我们的党呢今次大学的亡党的了。零席啊零席啊。是啊。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怎样你元芳呢你所以你不是要喂。你咪只能夠揾阿劉澤基嗰啲人出聲交貨咯，係咪先？喂，大佬，你諗下啦。嗱，我唔覺得佢哋，我調翻轉諗。當文匯報頭版廣告吹谷呢個投票，我就知道佢哋係諗住自己有機會有機會贏。係啊，你見到《東方文匯》《星島大公》起碼四張報紙啦，同埋呢個頭條。仲有喂，嗰四十幾個藝人出嚟 TVB 播嗰、那個人民日報、人民網拍嗰段片咧。係啊。那四十幾個真係自己設了 J 去入宮準備，點知清朝崩潰嗰啲太監一模一樣。哇！嗰啲真係噶，臨尾諗住抽一抽，點知抽著火水，真係噶。嗱咁，但係咧，我覺得你諗下，如果我當初我都係估六成投票率，真係，所以我都係燈神嚟噶，因為我都係話要250萬人投票嘛。我諗每次香港人都係咁嘅，你每次睇死香港人咧，佢都會俾你一個好大嘅意外嘅，其實係。喂，我就話。做燈神是有原因的，就是因為大家不保守嘛，不是，我們對過根據過去香港的經驗保守一個政治運動，一個 permanent failure 的政治運動的經驗，我們都不信香港人嘛，我們這一代由80年代民主派高山大會爭取八八普直選，一路民主基本法，一路六四，一路到現在，因為我們投年輕到40歲那段時間那20年是永恆地失敗的嘛，從政係。其實你不要講乜嘢啊，其實我哋過去過去呢幾年啦，即係尤其係雨傘運動之後幾年啦，其實我哋對年輕人啊都有啲即係覺得係好失望，尤其係即係我哋睇而家啲大學生啊，每年都係噶嘛，每去到六四嘅表態咧，佢哋都好冷漠噶嘛，其實係一係你唔記得咩？其實你過去呢幾年啊，一係就好極端。一係就好冷漠，極端嘅就喺民主牆嗰度貼呢一個香港獨立啊嗰啲，但係你話中間已經冇曬中間派㗎，其實係過去呢幾年，如果一有政治覺醒嘅就係香港獨立啊，貼曬民主牆啊咁樣樣，咁但係大部分人都係唔出聲㗎嘛。但係有原因我話俾你聽嗱，第二個佢估計失誤係咩咧？佢將攬炒白票派同埋焦土派啦，嗰個界票力量高估咗。系嗱，呢個喺上一屆一百萬六嘅黃成志，我以為佢已經收咗檔，出翻嚟177，佢係界票機二號，但係咧佢比界票機一號仲叻啲，係啊多廿幾票。但係咧，你見到今次白票得萬零票，已經大幅減少。係嗱，你諗下，如果我成日都話嘅年青人嘅投票意欲係好受攬炒派、白票派、射落海派影響嘅，其實，如果佢哋嘅呢啲 KOL 嘅言論啊。是真的好像五年前雨傘運動失敗之後那個那麼大的影響力呢，那我覺得呢他們真的會打到去六成的投票率，少跌 5% 是很容易的，其實真的本來六成半跌到剩下六成是很容易的，即是白票派，但是我覺得他們都高估。第二就是什麼呢？雨傘運動之後你有沒有留意激進的年輕人運動是已經看穿了分化論的技巧，沒錯，連燈就是由膠燈分裂出來的，是啊，就因為就是分化論搞到這個高燈、膠燈、膠燈都彎埋，厭倦了那種 cynical 的氣氛，對那種 cynical 的永遠都是未開波就指向自己人的，即是打泛民就勇武過打共產黨的，又人血饅頭啊，是啦，這種想法，這種整個論述啊，你覺不覺得勾曬呢？其實已經是，不是，已經是沒有，你看拉數字，其實你看一個人呢，沒有 mileage 真的，你看容樂琪的 Facebook 見到的，其實他是一直個拉數是一滴這樣跌，其實以前多很多時候都是過百啊，過千啊，但現在很少過一百了，其實是，他就是推這一套嘛，富人咯，是咯，就是咯，就成日動我咯，是啊，有機會就入的啦，是吧，所以但我就係話我都不反駁的，我原因就係好簡單，冇必要啦。其實大家都知道㗎啦，
去到今時今日，我話俾你聽，即係等於馮檢基一樣。如果佢仍然走出嚟選舉，大家一擰住面就少噶啦，已經係都根本唔會理佢講乜啊。所以我就話呢一套五年前 work 嘅模式佢唔 work， 所以造就咗呢個咁嘅局面。但係佢個 side effect 食曬，食曬係咩？你睇星期日嘅遊行，如果佢大舉拘捕呢個理工聲援嘅示威者係 work 嘅，星期日點解會有幾十萬人出嚟遊行？係一個連登嘅。連登兄弟 call 嘅啫，唔係民陣，乜嘢大台都冇。新人嚟嘅，佢嗰個叫 swing 啊嘛。其實佢我今啱啱先同阿毛哥做完節目，咁佢話因為佢自己冇經驗啊，咁所以先至係臨時揾阿毛哥咧傍住喺支前面咁樣一齊去幫手。佢揾埋岑子傑嘅，其實就係、是。咁即係咁樣樣噶嘛，而本身啊，佢見到咧人咁多嘅時間咧、原來差佬咧係通知咗嗰位即係組織者咧，就叫佢停，因為人太多喎。佢話原本佢係 apply 咗，即係話警察嘅 assumption 就係我打殘你，我拉咗你千幾友、二百幾友告暴動，你捉咁仲係咁多，你正正就喺佐敦油麻地發生，你喺尖沙咀紅磡集會，你班友敢出嚟咩？所以他咪老屈佢哋掟催淚餅咯，就係呢個咪就係老羞成怒咯，即係老羞成怒啫嘛。坦白講，你話掟催淚餅、得咪煙霧彈啊、煙霧餅啊、同埋掟磚啦呢兩樣嘢，前線邊一個記者影到？到而家 BBRB 都唔敢答啊！全部都係佢自己 Facebook 嗰度一面支持。喂，你有佢唔會，佢有佢唔會攞片出嚟。嗱，我成件事我睇得好清楚。咁多警察喺度影。四點半，我喺呢一個海旁隔離見到嘅。喂，如果係前，如果你話掟煙霧餅咧，只係會係前排嗰啲人掟嘅嘛。咁點解你嗰個催淚彈要掟喺人群中間咧？冇得退噶嘛？你係咪想死啊？係咪有人踩人啊？我呢個仲話專業執法離曬譜啊！根本就係、是。我覺得咧，又係老羞成怒，講得啱啊！除咗區議，佢初初仲係串 Q 人話區議會之後民意逆轉，你就知味道。是啊，他對結果慘敗，所有撐警的都慘敗。那個食海底撈那個生命麵包那個，是啊，人生高峰啦，那個直情。我咪話喂，呢啲人食得多海底撈，唔怪得而家啲差佬咧咁嘈。喂，大佬海底撈都當上菜嘅，咪即係皇下位當美女一樣嘅啫，係咪？咁唔係啊？唔係即係暴龍哥揾翻邵欣欣出嚟，有咩分別？即係諗下，大佬嗰啲嘢就係大陸裏邊。嗰啲嘅即係坦白講，係佢賣嘅係一路食打邊爐，一路有人幫你收夾。喂，大佬呢啲叫 bad taste， 你問我。係啊，打邊爐係咩啊？幾個老友自己喺度興高采烈。呢啲咧叫咩？唔係賣呢啲跪喺度幫你服務，幫你收夾呢啲咁嘅服務嘅大佬。以前我讀大學嘅時候咧，都俾啲即係師兄教訓。其實你食呢啲咧，係食得濫就唔係食得好添啊，甚至乎係。同埋食得你食得 cheap 啊！你係貪嗰種，你係貪嗰種，即係叫做係好富啊，好飽滿嗰種感覺嘅啫嘛。又佢又講咩又又攤冰凍嘅啤酒啊，又海底撈，跟住然之後佢唔係淨係佢自己一個人自嗨，幾條友喺度和應，咪同佢食海底撈嗰幾件咯，跟住去埋叫雞嗰啲咯。我話俾你聽，即係你諗下。對啲細路嚟講，係可能曾幾何時，佢哋都中意去深圳飲下喜茶。係啊，喂，大佬呢啲咁嘅嘢，我成日都話啦，就係起嗰陣時就好似好掂咁樣，跟住你發覺話屌，原來都係全部都係 chemical 嘅嘢嚟嘅。係，跟住你發覺話頂嗰啲咁嘅湯底都唔知乜嘢溝出嚟嘅，滴滴香嚟嘅。唔係咁啊，所以咪食到即係個人燥曬底咯，亂咁打人就係有原因噶嘛。啊，鄧炳強都話佢哋燥啲啊嘛，食海底撈食得多咪燥咯。唔係咯。但係我覺得係咩呢？係佢哋嗰種期望落空啊！係由六月開始到而家，佢一路期望民意逆轉。好啦，跟住破壞完隧道之後啦，一路唔整唔通車，係等區議會選舉啊？點解香港人真係癲到咁咧？真係唔覺隻核爆都真係唔覺喎，一路撐落去。好啦，跟住李大一役諗住拉到你班友驚，叫做 shock and awe， 你仲唔驚？結果 shock 嗰個係佢啊，真係。你想想星期日的遊行我想明白我覺得個人數啊，30多萬人出嚟遊行，其實我想明白我當報大數啊，打個七折啊，都20多萬人。唔係你諗下，其實啲人係源源不絕未停過噶嘛，其實嗰陣時係係啊，流水式嚟緊嘅係。而且嗱，你唔好睇少啊，呢啲咧即係你見到咁快完啦，因為其實嗰條路線短啦，所以啲人去得快。嗱，路線短嘅遊行有個好處，其實嗱人多咧。
就其實逼曬出路啦，好快出曬，係好快出路咯，係啊。而事實上，本身個源頭嘅衝突咧，係在於咧，你見到近住尖東嗰條馬路咧，佢雖然封咗，但係佢就係唔俾你行。你一行出去咧，佢就兇你。佢揾幾條差佬咧，佢喺嗰個路口嗰度咧，就企曬喺度嘅，因為我見到嘅，就喺度兇你，就持曬槍啊咁樣樣嘅。其實就係見到你太多人逼出去咧，佢先至開槍啫嘛。呢、這個咪就係已經係咩咯？根本就唔係人潮管制咯，唔係㗎，唔係人潮控制咯。呢、這個就叫做復仇。我話俾你聽啊，點解佢哋會咁癲咧？亦都有第三個佢哋 unexpected 嘅原因，就因為中大理大事件令到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迅速通過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所以變咗咧，我而家見到啊，阿所羅門於啊嗰個制裁六人組咧，有兩個就係前任同埋現任嘅警務處處長啦。哦，呢個啱嘅喎，係啊，我覺得連禿英都應該擺埋落。仲有梁振英添啊！啊，呢個就一定梁振英更加唔係，其實我都鄧呢個葉劉唔抵嘅，因為其實要數嘅話，未必數到佢。咁啊，雖然佢就唔係一個即係評論員咁簡單啦，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見到呢啲咁嘅抗爭背後，即係用警暴背後，邊個喺民間嗰度不斷製造撕裂，動呢種不斷咁樣樣喺度製造嗰種叫做鬥爭式。但係而家聽講話，文匯大公記者入唔到境咯，係咩？係啊，就呢個親共富豪私人飛機入唔到境之外，抵死啊！係啊，反應好強烈啦，反制措施就嚟出台啦。我哋休息一陣，好，記住 FPS 262964我減緊肥噶，我減緊肥噶。好香，好香，真係好香喎、啊！先生，你要唔要試食啊？食，唔食，食，唔食，食，唔食，食。好食，真係好食。各位，而家咧就係夜晚黑10:30，咁咧我咧就喺呢個天后嘅興發街、清風街一間叫做陪著你走甜品。咁啊特別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咧，大家記住啦，佢有一個叫做抗催淚煙茶。咁啊成分咧就係、是、由呢個嘅沙參、百合、麥冬、菊花、甘草、冬桑葉，咁咧就係、是、吸得催淚煙多嘅香港人咧。因為已經發了成超過10,000發了，所以呢就記住這個是陪著你走甜品的一個名物。大家看到我前面呢，哇厲害了，這個就是最出名的叫做仙草白八寶，這個呢就是叫做銀杏雪耳圓肉，這個大家都知道啦，看到真的很想吃了，就是芒果 waffle， 這個是原味 cream brulee， 這個呢就是叫做死啦 ！Oreo 綿綿冰，咁咧就係、是、我叫曬咁多樣啦。咁大家記住呢、這個興發街、清風街嘅陪著你走甜品，有80多樣嘢食嘅，其實食完之後包你可以咧，每個月每一晚嚟咧都有唔同嘅甜品。大家記住啦，夜晚黑咧就開到12:00嘅呢度。咁啊食完飯出邊天后。的電器道呢很多食肆呢串燒啊泰國菜什麼都有，吃完之後呢最好就走過來，由天后地鐵站過來3分鐘，記住陪著你走甜品。